台湾知名导演张译辞世一周年，妻子杨慧珊最近在上海策划纪念展，回顾张译一生的创作。看着那些熟悉的文章文字，过去真的觉得习以为常，因为那是他的工作。可是当那10000多张的说明文一张一张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是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杨慧珊和张译80年代末期双双离开电影圈后，投入流离创作。张译为公益作品写下的说明文超过10000张，都在现场展出。而两人相伴超过30年，深情难舍。杨慧珊表示，张译辞世之后，她仍会穿戴先生的衣物，闻着衣服上的味道，感觉他还在跟我在一起，陪着我。今天这个衣服也是他的。我会觉得他和我站在一起，这一年对我来说确实很辛苦。杨慧珊整理了上百件张译生前的创作与手稿，当中还包括张译写的剧本和金马奖讲座，希望借由展出追忆亡夫一生的成就。中央社记者吴博伟上海报道。